读《红楼梦》学广东话，真是历来听书看戏，古时从未有的。当今皇帝日日侍奉太皇太后，仍自觉不能略略尽孝矣，难为妃嫔入宫多年，抛弃父母不能一见，便向太皇太后请旨，准许妃嫔的眷属入宫请后。太皇太后大喜，深赞当今至孝顺人，体天格物。因此，两位老圣人下谕旨，妃嫔家眷凡有重遇别院可以住不关房者，不妨契请内廷，联谕入其私第，庶可尽骨肉之情，共享天伦之乐事。贾府便把后院三里半地围起，堆山作池，起楼树阁，种竹栽花，盖造省亲别墅，好接大小姐。贾妃临幸过后，赐名大观园，且下旨命宝钗等在园中居住，不可封古，又命宝玉随进去读书。当时园内花招绣带，柳拂春风，宝玉每日和姊妹丫鬟一处，或读书写字，或弹琴下棋，作画吟诗，策字猜妹，无所不至。这日正当三月中院，早饭后，宝玉携了一套会真记，走到桃花底下一块石上坐着，从头细看，只听背后有人说道：你在这里做什么？却是林黛玉来了。妹妹，要论你，我是不怕的。你看，好歹别告诉别人，真正这是好文章，你若看了，连饭也不想吃呢。宝玉一面说，一面递了过去。黛玉接书来朝，越看越爱，但觉词句景人，余香满口。虽看完了，却只管出神，内心还默默记中。边上担着花锄，花锄上挂着纱囊，拿着花酒。黛玉把满地落花扫了，装在绢袋里，埋在花丛，掩埋妥当。自己闷闷的，正欲回房，走到梨香院墙角外，只听墙内笛韵悠扬，歌声婉转，知道是戏班演习。那歌唱道：原来是驼子嫣红开片，似这般都赋予短井颓垣，良辰美景奈何天，赏心乐事谁家院，只为你如花美眷，似水流年。黛玉听了，不觉点头自叹，心动神摇，站立不住，便一等身坐在一块山石上，仔细揣度，不觉心痛神驰，眼中落泪。